本周末对阵河南建业将会是国安本赛季在工人体育场的收官之战。在此前十四个联赛主场比赛当中，国安拿下了其中的12场，能够取得这样出色的成绩，除了将士们的顽强拼搏，同时也离不开京城球迷的全情支持。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本赛季在工体上演的那些激情和感动。那一句话。